EDU。EDU 太紧张了，对不对？EZU， 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其实你在各大的那个脸书社群平台搜寻 EZU 就可以找到，都可以找得到资讯了。对，没错。好，那第二题我来出比较特别一点的，好了。好，那我来送海报，是不是？对，好。OK。哎，一如拿过的海报，好想要哦，好不好？Okay, 前一段时间很流行那个撩妹金句啊，嗯，有没有？我对你，我对什么事情都三分钟热度，除了你。哎，撩妹金句，掌声一下好不好？厉害，谢谢。被有感撩的感觉，对，有撩到的感觉，有撩到。所以想请你对一如说一句撩妹金句。哇，这会不会很难、啊？这需要思考一下，对不对？这蛮难的，需要思考。告白也可以，直接直球式的告白也可以，直球式的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？思考一下，热情的朋友，这个一如手上的海报就送给你。有想到了哈？那我们来数一二三哦，好，一二三。哎，很快耶你！你知道我喜欢什么一吗？知道什么一 ？L O V E。哦。Oh my god！ 你知道我喜欢什么一吗 ？L O V E。哇！没有，你要说你知道我喜欢什么一吗？一如你。OK， 这样也是好不好？一如你，那也是一。好。这一题我们给一如、欸，这个蛮厉害的啊，这个、是不是 L O V E 学下来，写一首歌。我是有听过一个，就是好评哥教我的啦，什么我撩拨的不是我的弦，而是撩拨你的心弦。好，没有没有，台下没反应，台下没反应。台下没、欸、被纠正了，我撩拨的不是吉他的弦，是你的心弦。然后瞬间就一半的人就走了。我天哪！等一下有很可爱的嘉宾会来，我们再对他撩撩拨心弦，撩拨心，撩拨他的心弦。好好好，好，再来最后一题给一如问。好，又是我。好，对，等一下，一如都出送分题。在哪三个？在哪三个平台上面？哪三个平台可以找得到我？可以找得到他。对，我就不多说了啦，答案都在这里了，好不好？OK， 哎、欸，等一下我们数三，我们数三，那你来选好了。好，一二三，我们这次挑个后面那个戴口罩的女生。FB、Instagram 跟新浪微博，你的你看大抄的方式也太明显了吧？记得真清楚呢。没错，在脸书、IG 还有微博都可以搜寻到一如的资讯，都可以关注到他。没错。对，然后今天只要按赞啊、分享、关注的人，就可以拿到扇子。有没有拿到扇子的朋友？把你的扇子举起来，好不好？没错，而且今天刚好天气很热啦，可以扇扇子扇风一下。好，既然呢讲到了这个正讲的部分了，最近有一个单曲上架了。对，在 Apple Music、KKBox、Spotify 都可以听得见，而且他请来的人物非同小可，很厉害。有没有人知道？没错，这是哦，有人知道吗？但是这一题没有奖品哦。没关系，是什么歌？不再孤单，不再孤单，对，很好听。但是呢，等一下哈，我们还会听到更多好听的歌曲。那既然你没有拿到，没有拿到的那个，没有拿到海报的朋友，不要灰心，不要难受，香菇，因为今天只要买专辑就送你海报，好吗？哎，要正，要多哦，加码哎，尾牙的概念，会开的概念啊啊！哎、哦，对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这等于是加没有，他们的意思就是这个，因为是一个题目，对，就是 对，直接就送给你了。好，我们刚刚讲到没有抢答到的，不要担心，因为只要买专辑就送海报，就不会失去签名海报的资格了，好不好？接下来这首歌要叫做《失格》，失格，对，就是会听了失眠的歌曲，没错，叫做《失格》，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，好不好？好，掌声给一如，谢谢。